老板想体验一下来自梦幻西游的恶意，亏点钱给大家看看。还有这种要求，你们没有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性情了，还是自己顿悟了，就突然想出去消费消费，就是想花钱，就钱在包里有点热难受，去游戏厅推币都行啊。没有那种时候吗？就去超市报复性消费，喜欢的不喜欢的不看价签就直接买。当你们有这种不理性的冲动的时候啊，加微信号王一涵5002啊，就当逛一下夜市了啊。咱们的音乐变脸电动玩具啊，未知观的绿豆糕啊，还有那个1.45块的红宝了荔枝味的汽水在等你。你按照顺序二排码可能也花不了200块，还有什么内裤洗面奶什么颈椎按摩仪什么之类的。呜、哦、第一本啊，报复性消费来了，第一本人生中的第一次高级藏宝图，以前是打图压标的选手，今天挖高图第一本，看网易怎么说啊。第一本网易送你高级联机啊。好了老板，赚钱不走亏成狗，咱们高级联机卖他个2800万，四张宝图啊，再卖他点钱，今天血赚了180啊，可以吃一顿自助海鲜了啊，现在给号下了给你。